看看新闻网。20年前，一部包青天让展昭的扮演者何家劲红遍大江南北。除了高金素梅、李婉华两任女友，出道多年的何家劲几乎没有绯闻。现年55岁的他至今未婚。不过最近突然有位谭小姐打电话给香港报社哭诉，自称10年前两人曾在一起，还为何家劲生下了一个儿子。由于事件涉及到名誉及清白，展大侠的回应很是坚决，绝对没这回事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